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一会儿不敢唱了，咋的？村里来通知了，村上八老头，咋仨的？按人头是一人一个，那咱俩呗，咱俩四老头，咱俩仨。好吃就是好吃，就是有点钢铁。好不好吃啊，居居？好吃就好吃。做的啥菜呀？怎么腥的好的呢？电熏鱼。这也太腥了，但是怎么酱炖的呢？你像那面馆是做点茄汁的呀，红凉的、酸个鸡的，那不好吃呢。我不会做茄子。那你不会学习吗？这啥玩意儿，通红的麻辣豆腐。那豆腐你做成麻辣的干什么呢？你看这一瞅，好辣好辣的，吃完了从上辣到下，多费纸啊。做成酱炖的多好吃。这啥玩意儿，秋黑呀？红烧土豆丝儿。你家土豆丝儿还有红烧的呀？你就搁点那个树椒，哎，搁点小醋一溜，酸不唧的，那都好吃呢。一点也不会吃。滴了个挺大脑瓜子，跟那个胖老灯似的，干啥？吃点饭给我添堵。我看你装的稳不稳的，没像我似的都掉了。滚犊子！废话，快吃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谁问你了？你要是把我家大黄吓出个好歹来，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。不是帅哥，你出门遛狗，你怎么不拴绳呢？你凭什么拴绳啊？你懂不懂礼貌啊？一口一个狗的，这是我儿子，你出门愿意脖子上拴个绳啊？帅哥，你这养狗的时间应该不短了吧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就凭你溺爱你家狗儿子这股劲儿吧，我就断定他肯定是吃你奶长大的，差不了事儿。因为你俩一开口吧，都一股子牲畜味。你敢骂我你啊？你信不信晚上你出不了这小区？不信，就你这股劲儿吧，我觉得你们家不是供着飞机大炮呢，那就是藏着枪支弹药呢，不然不能从一开始连一句人话都没有，叫狗叫了。你知道我爸是谁吗你？不知道你爸是谁，你就去问你妈，问我干嘛呀？实在不行给你俩钱，你去验个 DNA。还有啊，帅哥，这是人行道，是给人走路的，不是给狗服务的。你要是有那本事吧，你就去买个大别墅，让你家的狗子尽情的在里面撒欢。要是没有本事的话，出门遛狗给他拴个绳，让他只围着你一个人转圈，这叫做规矩。还有啊，我给你个忠告，我估摸着吧，你自从养了你这狗儿子之后吧，应该很少和你父母在一块了。你父母生活的好坏你不闻不问，你拉扯他应该是得俩钱了。不过你再有生育能力，也别再乱生这种小孩了。生育政策放得再宽，你也该带环了。你什么你啊？就你这嘴皮子，还好意思出来装模作样人让狗事呢？弟弟啊，记住我这张脸，以后看见我呀，绕道走。想为我算不上流氓，也算不上。上地里干活一点都不好玩。那人家不是离不开你吗？看人家那小情侣都是宝儿，我今天输液了。你输的什么液？想你的液。那我也会，宝儿，今天我拉稀了。拉的什么稀？
我拉着你最喜欢喝的安慕希。哎呦我的妈！拉稀，自己干吧。我姐夫一不在家你就找我，又干啥呀？出大事了，老弟！哎、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干啥去啊？啥事儿说吧。上来说。不用，就在这站着挺好的，你说吧。我前男友上我家来找我。你还有前男友呢？废话，我咋没有呢？妈，我寻思就我姐夫自己眼睛瞎呢。咋说话呢？不是，他来找你干啥呀？你俩咋还有联系呢？早就没联系了，就不知道在哪打听着我电话跟地址了，说挺多年没见，非要请我吃饭，还说一会儿上我家来接我。我姐夫知道吗？那能让他知道吗？那你没跟他说你都有家了吗？让他别打扰你了。我说了没用，他非得说要见我一面。那也不能见呢，你这要让我姐夫知道了，不找干仗的吗？就是说呢，我都不在家待了，咋整，老弟？你这么的，你出去待两天，先别回家了。一会儿我上你家，我会会他，我看看这是谁这么不要脸，我给他撵走。行，老弟，但是我出来的时候我着急，我兜一文钱都没揣，我啥也没带。啊？我这有，但是不多呀，就500够。够了。行。这谁呀？在哪儿认识的这么个玩意儿啊？真差劲！我昨天晚上在梦里认识的。我昨天晚上在梦里认识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？不要惊讶，我命令我发出这句话。爸爸，今天学校要交伙食费了，你不就是吧？你觉得我有钱吗？上去拿钱。你咋混得那么惨呢？那还不是因为生了你，没有你之前我一个月工资12000，那小日子过得，成都各大舞厅都叫我夜场小王子。我早一进去，我跟你说，打住打住。妈妈，爸爸说他以前是夜场小王子。哎呦我的妈！江湖啥子江湖？自从结婚之后早已六根清。那我看了一条视频，他说不会舌吻怎么办，然后他说不会舌吻的话呢就写着 YBCD， 我就A 都画不出来呀。炸怎么回事啊，叔叔？老板，老板，叔叔刚才睡觉，肯定做噩梦了。对，上班睡觉怎么处罚？罚扫厕所一个月。叔叔刚不仅睡觉，还偷吃柠檬啊！我没有。这么喜欢吃？来，闷了他。No。中午还打扫厕所半年。Baby, I got you better。老板心可真黑呀、啊。你好意思说？哎，你打我有什么用？我教你打老板，收拾他。嗯？怎么收拾啊？老板最近沉迷帅土之滨，为了抢酒一地已经盘踞在我家门口好久了。对，我听你说老板两周到家三天两头打你一周红家，谁要他非雄便是众目睽的牛姑娘，最近昨天再厉害也打他没辙，怎么来的？我先拖着他先，你先派你的20万火爆起来，咱一拥而上，这战局就不一样了，还不是轻松拿捏老板。哦，可以啊，解恨。我以为还不好，你快过来啊。哎，你怎么偷我家呢？对不起了，苏苏，我是内奸，我早就是老板的人了。老板的消息，苏苏，你叫我老公，我就把一周还给你，当你没有护你周全。老板想占我便宜，我不叫。苏苏，你叫一下又不会少块肉，你要是不叫，一周可就是老板的了。啊？啊？美女，有没有30啊？啊。我没有30，我只有100了，医生。我是问你几岁？哦，我1般12点睡。我是问你几岁？我自己一个人睡。你发骚吗？我不骚，我是正经女孩。你是有病吧？我没有病，我来找你干嘛呀？哎呦我的妈！你是医生吗？你是9块钱，干什么？毛巾、手牌请拿好。来，女的一位，里边请。来，给我。你好，美女，我们这是今天服务搓澡、足疗、刮痧、刮痧按摩。哟，来个足疗吧，今天50啊。哟，哎呦我的妈！58按一遍。
不用那么大买的吗？给你一块，不是116。什么116？58吗？58，按一只送一只，再按一只再送一只，不是116吗？大哥，那这是200。200不用找了，我再送你一个我们这高端服，累质垂体服啊！垂完以后，双脚瞬间离地，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，来。哎。不用了。感谢你。